它是超级软料，而且呢，摸起来有一点点这种小亲肤绵绵的感觉，软软的，但是穿起来又挺挺的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把牛仔做成小落肩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呢是帮大家车缝死的，所以一个剪接线，然后给大家有点落肩小飞鼠。手这边就是要帮大家修饰的，所以我觉得超级超级适合大家的，可以搭落地裤啊，或者是窄裙都可以。后面是长怎样呢？像一个小礼物一样，我们把就是我们的蝴蝶结绑在屁股的地方。又可以遮肚藏肉。